东北征军数甲子，刀剑风波随阵起。今日双方为一碰大业，双报仇招，各自背负之梦，出动风火。阮无三尺地招，人工相助皆有用。阮无向军将开合，胜将优势，冠秀天剑中剑骨随之出。树红云耀，好。一剑再出，树红攻耀，金色对耀，一平在阵容上，心中。确实不断，无限攻守自展的会，发展不是清晰。不能留手，不能留手。这是我责任，龙魂妖。哦。金球形态完全融合的光雄，一力摄风十三光，光速变风干，用剑无剑强敌，同时更是英雄兵力。文雄不容吹嘘，剑鸟再次混乱，阮武兄确实浑然未觉，一股无名怨恨正在心中加催，推动出手回事。不容混乱，面对阮武兄绝情攻势，冠秀天不明所以，唯有专心专力挥舞，清晰的心魔要随着进攻反告而起。最后一招路，至公至勇，一剑一剑，冠秋天接稳九阳功耀，时刻贯破劈入红砖。同时，阮武兄释放天干正宗之力，阴谋太教文化，夺天地诸法之极，修道涅槃九阳天骨。混沌两仪变，好，九阳九阳，水晶，寒地惊天，犹如风风在走，混沌阴阳乾坤。苏刚有福，骗杀大帝，幸福依然设定。
幸福一定